民国没有妈妈，所以才让大家坐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很近哪里？这里的学生，这里的人坐在底下的空间，这我想过去，那是民主进步党，还是所有民主人士？ 台湾，尤其去过非洲的，不问。这代表什么？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冷静的思考。我们要去颠覆，一切就是给大型企业、给大型资本控制。台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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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
I'm here because I'm Taiwanese, and we are a student for our school. We think this affair is it's unfair to us and our future. 中国统治。 然后就变坏坏以后的生活品质。 你看不见的万里花，却是在我脑海过。我心里心上加着热烈心跳，让人心里感到微凉，那是汹涌的美国，让我心跳，化作自由的心情呀。